是零六年那个到宋庄来的。之所以要过来，有一个很大原因是之前的生活已经过不下去了。来这儿来也没有任何目的，过去的生活不能那样过，所以说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那个目标，就来到这儿了。但是来了之后才慢慢发现，就是说除了画画之外，还能学一些其他东西，就是说要自己通过艺术去生存的一个东西。这是那时候来的才发现的一个目标。然后来了之后，经历了一些就是心路上经历了几个阶段，就从自己的画都能体现出来。包括像最早期画的一些像自行车那一系列的，为什么画成那个样子，是因为那段时间自己搞不清楚自己要干嘛，然后就画了一些就非常混，就人的形象都是很混乱的。包括像那些小画里面那些头像，就是我的感觉当中，那些所有人都不是有正常形象的人。在画这部作品的时候呢，自己感到了之前作品的没有的一种自由。然后这幅画本身的意思，其实就是这个草丛、丛围，还有这个泥浆、深水的泥浆，代表一个人在走出。其实这个人从某种上讲可能在说自己，然后可能要走出这样的一个泥沼的一个范围，是大概这个意思。然后这儿有个人在射箭，就相当于中国有一个后羿射日的一个，就他在做一些很无意义的事情。就这个其实是一种对比，这是之前的自己，这是现在的自己，有一种对比，只是在自己的作品当中，在同一个时空里面出现，就有这种感觉，有这个意思。就来这儿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叫烂艺术，什么叫好艺术。中国像一直以来流行的一种大脑袋的作品，这个作品已经延续了将近10年，现在还有人在画。这个根本就怎么说，就是之前有一批人画的时候，是他们有一些这项的观念而已。当他们后来这些几百人都在画这个时候，就发现他们是一种附庸而已。就我想挣钱，就只是要附庸这个东西。所以说这种本身他们这种价值取向就已经错了。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中国人穷怕了，就他们太穷了。就之前中国人穷得太狠，他非常想急着去富有，所以他们要找一个捷径去让自己富有起来。可是对一个画家来讲，画家是按照共产党的词汇，他是真正的无产阶级。他不像有些画家，他来这儿之前就已经很富有了，然后他来这儿之后，首先在国家不给他钱，他自己也不在公司上班，他自己也没有土地，他只能靠自己的画去挣钱。所以说他就养成了他只能靠作品先赶快挣一笔钱，让自己富起来，富起来之后，然后他要是再有想法再去做。可是现在很多的画家，就是他富起来他也不去那么做，就他富起来之后，他要再画其他的，他忽然发现不卖钱了。所以说当他一旦通过这种方式觉得能挣钱的话，他会这样一直走下去，这是一个蛮可悲的一点。说的是人生的长度是有限的，然后人生的宽度是有限的，然后他要说要把这个有限的人生的长度来做成一种无限的宽度。我觉得这个无限的宽度，它对人来讲更多是人的人性。比如说人的一个人的艺术作品，他要不表现人性的话，他的艺术作品是没有高度的。最圆满的是，也是通过就昨天说了聊的，就是如果说自己能够把这种东西转化成一个很大的力量，才能够影响到一些其他的艺术家。你要想喝到特别甜美的井水，你需要往最深的地方去打，你只
只有打得越深的话，你那个井的出来的水才会越透彻越甜。画家也类似于这个，比如说你想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收获的话，你必须要给自己那个灵魂的井要打得很深。也就是说，有深度并不代表是一种痛苦，但是痛苦的确是一种手段。就你这个痛苦有时候是一种手段，会让你发现一些很深层次的东西。这一系列作品叫蝴蝶效应，蝴蝶效应，它的意思就是，就这图案里边都像云一样的图案，然后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，然后这种关联度非常的紧密啊，但是关联度过于紧密的话，就会造成就没有形状，因为彼此牵扯的力度太多，牵扯的方向也太多，然后。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，就是因为交流的太密切，然后又自己又没有一个固定的自我，就会造成在这个急速变化的社会当中失去自我，就像这个蝴蝶效应是一样的。所以说这里边画的一些人，就像云一样，它会就一个小风一吹，它就会变得消失。同时，这个云的个别的一些云的形状也在写，像是一些精子，就代表好像代表生命还继续存在。可是这种存在的生命，也还会变成这种云一样的东西，就最后还是要变得消失。所以说，这个社会就当考虑到这个问题时候，会让你变得很无奈，就是怎么去找到自己的一个生存状态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。这是这一系列作品的一些想法。这些，我觉得真正的艺术家，还是要从就是你的落脚点，就你生长的这个土壤做起。你这个土壤给你提供了什么养分？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种子？你就通过这个养分，你就开出来什么样的花？这样的话，你的作品才能符合中国人的人性。你只有画出来中国人的人性，才能被世界所认。我觉得这是中国艺术家很大的一个责任，也是在这儿。你跑到个体上，就跑到一个艺术家个体上，你只能去钻研自己内心的世界。你的这个个性是什么样子？你的优点是什么？你的缺点是什么？你的这个道德品位有多高？你的这个思想境界多高？你只能去研究自己，然后去思考社会，结合起来，你的作品才有意思。Thank you.